您好，非常感谢您收看这支影片。我是屏东大学新媒体创意应用硕士学位学程的硕士研究生。这支影片是我的期末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流星雨》，是一个互动作品。很抱歉，由于设备、空间还有经费等因素，无法让您实际体验这个互动作品，只能用影片先作为示范。目前您看到画面上的流星只有单一的一个方向。那现在我会将预录的示范影片连接到特效端。您现在可以看到，随着影片连接到特效，流星的方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改变。但由于目前只有影片，那为了凸显改变，现在我会慢慢的转动预录的示范影片，而您可以看到流星的方向会随着影片的转动而跟着改变。若是有机会在实际互动的情况下，您的手部挥动的动作就可以像这样子去改变整个流星的一个坠落的一个方向。那这个作品的说明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收看。那要麻烦您看完影片后协助填写两张的量表，感谢您，谢谢。